本桌子的好菜呢、啊？我最爱的早餐呢？乡下的早餐就是先夹一坨面，然后最棒的吃法就是酱油。先淋上去，然后再加一点辣酱。这辣酱很重要哦，这辣酱有点甜甜的甜辣酱。喜欢的也可以再多加一点，两匙。这样，最后再拌匀之后就 delicious。早餐呢，真正就大条嘞，那猪啊，要吃，今天吃了变成大条啦，哈哈，阿伯，大条，所以嘞，我嘞大条啊，哎。好啦，伊个伫做伊康皮好啦。你做伊咧？对啦，伊呀。哎呀，对啦，对啦。啊。当然伊上下了，我旁边小姐。哦，哥。我要来偷看一下，看看给。算了，我觉得翻盖文膏会被烫到，还是不要好了。呀，不然它直接变嘞。对哦。包水吧。让你拿出洗耶。无啦，大只，搁野袂坏死啦。都包水哦。系啊，包水只。系啊，你还搁变诶，你死大袂坏。我要吃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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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奇怪人在烤，奇怪的棉花糖，你在干嘛？那边很做作，超做作。最新的烤肉，一边看手机。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为什么那么喜欢？你俩对刚是讲个？啊，好没？嗨。拜拜，再见再见，拜拜。再见啦，拜。拜拜拜。哎呦！哎呀，太贵了。
拜。我们要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 MB 大雄 Much Bear， 后面两段不要在意。今年中秋节啊，烤肉好累哦，大家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秋节吗？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